去办公室，面朝天，天天一面。啥子学的呀？啊？那你昨天高考考了啥都会的？他没不像你的，打车都是先列后报。五千行不行？我都要去验货。就跟你一样，明年我们预计这边至少得有七五码。不是，你是要招什么码？就是给你去验货的。你愿意做吗？天天都跟机器人似的。验货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啊？给你长见识。是，那你敢用我电脑吗？不吗？我要不要去做这个？跟我想的一样。有。真的有。有什么美？那你说干嘛吧？好吧，有的两个真的好玩，就是把车拿回来，就车还能转过点儿。啊！啊，这才你不能帮着我点吗？